上去让他也体验一下。我那个还是不错的，他们下面再打一个 final 啊，他们再打 final 还是？不，小组赛都是小组赛，做的太好了。因为我不应该，他不应该。你还有两场呢。我应该是用四和五。哦，他们在用还没用完，你就等一会儿，那个裁判他会叫你的，裁判一定会叫你，放心吧，他们会找你的。另外，再看看 ，Morgan 就是这样，他打球比较正规，你知道吗？他打球正规，所以他发的球他就不会第一个人那么转，他就是也是，所以你也要他也用不同的，你也要不同的，这样把球发短，发短以后 Morgan 他那个他的进攻开始大家白敢举枪，白敢举枪，然后你把你大胆用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。又一个战士，正是被人打一下没关系，要坚持用正确的东西，知道吧？拉半天还是那个大胆拉，大胆拧。你打了一场对吧？对。那个人很厉害的，那个黑人挺厉害的。
的规定，但是呢，他都把它挥到桌上去了。你的这就是说，有时候失分是太容易了。如果是打得很好就不错了，也许是打得很好。
知道问题就可以有个印象。